没看错，女高中生们大声唱军歌，夸张动作搭配独特嗓音，军歌到后来还多出这一段。神奇动作搭配队形变换，最后连翻跟斗都使出来，还有女孩像陀螺来回转，从左到右三秒消失，让男孩们当兵必唱的歌曲多了些活泼感。其实这是复兴高中年年举办的创意军歌竞赛，以创意现代风格诠释军歌曲目。雄赳赳气扬扬穿高跟鞋的女孩们超有力，原来这场活动学生花两个月利用课堂课余时间去准备，从服装选举通通一手包办，全年级八百人一起参与，让军歌惊喜非比。同样的歌词配上不同的旋律，学生创意让军歌跟着与时俱进。TVB 新闻，连玉敏、刘嘉豪台北报道。